切除像弟兄姊妹，耶稣非常的疼我们，也非常的爱我们，他要把他的话语呢成为我们人生的力量，也是我们的盼望。好，我们去低头祷告。亲爱的阿爸父，谢谢你今天这么爱我们，让我们有机会呢可以聆听你的话语，求你圣灵陪伴着我们，与我们同在。我们感谢你，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四十二节，所种的是必朽坏的，复活的是不朽坏的。好，我们来看看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栽种什么，我们做些什么，我们做企业也好，我们做电脑也好，我们做得非常非常的厉害，但是时间一过去了，五年、十年、十五年、二十年过去之后，五十年人家都会忘掉了，而且呢也会变坏了。家里，哎呀，二十年前盖的小房子好漂亮啊，今天看了下去，哎呀，这个房子已经不漂亮了，已经过期了。所以我们所做的不朽坏的，我们所做的一切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个时刻都会被遗忘或者被淘汰，但是复活的是不朽坏的。成为一个基督徒，我们的盼望不是在于这个世界上，我们的天国，我们的资产，我们的成就啊，我们所得到的，我们所拥有的，我们的存款，我们的轿车，我们的公寓，这总有一天呢都会过去的。唯有我们拥有耶稣在我们的生命里头，我们就会知道我们这一生啊永远不会死，因为神爱我们，他赐给我们永恒的家。有在晚上呢，在这个网络上呢，空传一个优雅老夫人坐在轮椅上的短片，她叫做马达·冈普雷士，她曾是纽约市芭蕾舞团的首度的芭蕾舞者。如今他罗犯了阿尼海默症，但有人播放只可夫斯基的天河湖给他听时，奇妙的事发生了。随着音乐的响起，他那软弱的双手慢慢的举起，当第一声小号响起时，他竟然开始在轮椅上以双手翻覆的起舞。虽然他的智力和身体日渐的朽坏，但他的才华既然的存在。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说，我们的肉体虽然软弱，但是我们的技巧，我们所拥有的神赐给我们的还是存在的。在反思这个短片的时候呢，保罗说起了在哥林多前书刚才我们念的关于复活的教导，他将人的身体比作被埋在土里尚未发芽长成的植物的种子。他说，尽管我们的身体会因年老和疾病而死亡朽坏，身体也可能变得不体面或软弱不胜，然而信徒死后将会复活，身体变成不会朽坏，充满荣耀和能力。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盼望。当我们死了之后，我们的灵会回到主耶稣的怀抱当耶稣来的时候，我们会得到新的这个新的身体。如同种子和植物之间的关系，我们复活之后乃会是我们的个性与才艺乃保持不变，但会定放前所未有的光彩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当令人难以忘怀的天河湖巡礼响起时，
马大起身请底落啊，马大起初呢心情很低落，也许是想起自己过去的无知，而今却再也无法办到了。但随后护理人员牵起他的手，接着他便以双手随着音乐起舞。我们也一样，当号响好响起的时候，耶稣会牵起我们的手，我们将会起来，以前所未有的美丽姿态，翻翻覆覆的起舞。这个就是耶稣给我们基督徒的盼望。所以我们要爱主耶稣，要侍奉他，每天都要亲近他，把我们一生摆上。主耶稣，我把这一整天都交托在你的手里，求你圣灵带领着我。主耶稣，让我活着荣耀你的名，让我工作上荣耀你的名，让我在事业上荣耀你的名。谢谢你主耶稣，我们每天都这样子祷告，求主帮助我们，好不好？那有的时候我们很消极，我们觉得哎呀，我在这个世上没有成就。不要害怕，耶稣是我们的神，他永远的关怀我们，他是我们的阿爸父，他永远的爱我们。我们期待的就是耶稣是给我们复活的那一天，我们的身体虽然衰老，但是我们有盼望。好，我们集体祷告。耶稣，我们亲爱的耶稣，我们赞美你，因为在将来与你面对面的日子，主耶稣，我们不会说有所失去，只会失而复得，因为你是给我们美好的永恒的生命。我们爱你主耶稣，我们把我们一生都交托在你手里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你恩典丰富又深厚，每天保守，在黑夜或是在白昼，他供应足够，颂赞你让我生直到天。